要是你感动他们的话，我拼了命跟你死磕到底。你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，说。最不擅长跟别人打交道了，客套的话我一句都不会说。你就听我的嘛，我又不会害你。他是谁？傅寒君啊。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逐梦情缘。